车子最左边那个男生有中弹，嗯，对，坐在最左边那个男生有中弹，然后路人也有受伤，对，那个阿姨也有中弹，阿姨比较严重啊，嫌犯撞我的车，因为他要跑，嗯，他倒车吗？对，他直接倒车，然后撞上来之后他要跑，他因为那个阿姨也卡在那，他也没办法跑，嗯，那个中弹的那个阿姨也卡在那边，他没有办法跑，所以。 他就停下来，啊，警察也有往他们轮胎开枪，所以他们是也跑不掉了。你那时候听到开了几枪吗？大概7、8枪。这么多枪啊？对，还蛮多的。那歹徒中弹是坐哪边啊？最左边，后左方。对啊，已经送去医院了，他没什么受伤，好像是肚子，没记错的话。那个阿姨有尖叫吗？你有听到吗？没有，她说可怜哦，她说可怜哦，安尼嘛，安尼嘛。 受伤跟我什么关系？因为他只是路人，他说跟我什么关系？啊，阿姨是意识清楚啦，没有怎么样啊，就是脚中弹啊，他是可以自己站起，他人家扶他，他是可以起来的。他那个时候是来加油还是只是路过？他应该是要加油，因为他是逆向啊，对他应该是要进去加油，他从那边贴过来，就是警察过来，他也没有注意到，就被流弹波及到的啊。 他应该是中弹哦，不是流弹。啊，中弹没有。对。